怎么了？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下。我那个前些日子去参加那个一个叫做苦行老师的三天两夜的健康营，那里面有讲到一个动作啊，就是这个胳肢窝下面，他说这里有很多淋巴血。他说很多人都是堵在这里，所以建议我们呢，这个淋巴线这个地方啊，要多按摩这样。他如果有摸到那个一颗一颗纠结的地方，就把它按摩按松开这样。那我帮我妈妈弄好，我发现一开始弄的时候，她会有反应，她的反应很强烈。会叫，声音还蛮大的，那有摸到有东西这样。那大概我做了几次以后，他的声音就慢慢小了。然后我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我在帮他做的时候，做一做，他那个喉咙会讲，好像有一些发音不是会震动嘛。那个喉咙它会自己会震动，发那种喉音，不自主的那种喉音。那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义。像我的话，因为他们那个印尼的人哈，印尼的那个看护，他们有些发音哈就会有那个喉音出来，那种喉音。可是我妈妈她没有学过，她就会。不自主的就会发出那种音，那我不晓得这个是为什么胳肢窝上面会影响到这个地方的喉咙，这个地方喉头会发出这样的这个东西。感觉上你这个地方要发出那种声音是很松的时候，然后又有气经过的时候，它才会那个声音嘛。所以我想跟。是问一下，你知道我们这个喉咙要能发出，因为你我知道你除了吞咽也是语言治疗嘛，也是语言治疗师嘛，那我们在发出那种声音是哪一些肌肉，哪些肌肉造成的？他那个时候是躺着还是坐着？那当然是躺着了。躺着的时候，我帮他做。说那个就全身推拿嘛，除了做推拿也做附件，就手会给他这样拉起来一下，这样全身我是按照那个，就是说我是有一个那个陈月清啊，他有一个私房的一个健康操，早上起来的健康操。他就是头这样拍拍嘛，然后这个肩膀拍拍，然后这个部位，就胸部上面这个部位，然后这个手这样拍拍拍，然后拍到身体，然后拍到脚啊、腿啊这样哈，腰部这样整个拍打下去。就是说我做的动作。
就是不是只有一个啦，就是很多我看到人家做的我就给他做一做。那至于这个鸽子窝这个东西呢，是古琴老师那边教的，这样。嗯。我现在就是每天做嘛，每天做，我想到什么就做什么。那有一些基本的动作，这样。基本的我都会做这个鸽子窝这边下面，嗯，还有这个胸部这边头部啊，这样。嗯。还有他的头，他的头啊。都很僵硬，不能动。我会给他拉拉脖子，这样，拉脖子这样。那我是发现我做鸽子窝的时候，他会这样。好的，不是，我想问一下老师，在这个我倒不是很明白，就是我不是很确定，因为鸽子窝跟喉咙其实有一段距离，然后不过。因为他是躺着，然后有做一些扩胸的动作。没有，我没有给他，我是这个地方打打，然后手这样拉一拉这样。嗯，对，就是扩胸也应该算吧。就是、比较是你帮他做了一些对，我把伸展动作，对，对然后所以他的有可能就是譬如说他吸的气比较深，嗯，对，然后吸的气比较深之后。他如果是在躺着，是在放松状态，嗯，然后刚好吐气的时候，就是经过喉咙那边，嗯，然后再有可能是吐气的时候，他刚好放松，然后就会有一些些喉头的声音跑出来，这样，就不自主的，对，然后那时候是放松的时候，对，然后不过就是可能比较可能是因为他做那些。伸展的动作的，嗯，对，我从头啊这样，头给他这样做做，嗯、还有一个动作是那个，那个张琪老师建议的这样，嗯，这样做就是从颈部、后颈这样按摩到前颈这样、嗯，做这个动作两边做，这样，因为他说这个动作呢很好，上次我带他。我请他去帮忙看一个，看两位都是帕金斯症的，都是他都是教这个动作，那我想我妈虽然没有帕金斯症，但是我想反正就是一个动作嘛，这个而且我觉得我妈妈的脖子很僵硬，嗯，所以我就顺便跟她做这个动作，这样，所以我做的动作就是可以说是。五花八门啦，嗯，就是我看到有什么动作可以做的，就跟他做一做这样，我发现有那么奇特的动作，我都做不出来那个动作，我妈妈可以做，而且我看他做的时候，他我觉得他不是有意识做，他就是自己自发性的就。然后我发现我越做哈，他这个左眼，他本来左眼会比较小一些些，他现在呢左眼，也慢慢比较大一点，脏的程度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他脏有没有注意到？他左眼本来比较中风了以后会稍微小一点。而且我帮他做一些动作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帮他做的时候，特别是做手的时候，不一定，反正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我这边有反应，有时候是头部反应，这样，我也不懂这是什么原因。我帮我妈妈做，但是我自己的身上
某些部位有反应。那这种反应呢，跟我以前很多年前，十几二十年前，我帮人家做那个气功，做外丹功，做那个气功长生血气功的时候呢，大概是我有一阵子很认真去做，就是我拿到，我们是初阶跟中阶嘛，初阶跟中阶的，初阶跟中阶的训练。完了以后我们就必须要去做实习，那实习完了就去参加高级班这样。那后来我那时候蛮认真的，我还除了去做那个调整站的义工以外，我还有去那个他们说那个医院的志工缺人，那我就报名，我就去医院。那后来去医院去做那个植物人的哈，没有什么成就感，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进步。每天这样去，不是每天吧，一个礼拜去几次，两次吧，三次忘记。后来我就在我自己办公室，我就找了连我三位，就是我们下班的时候帮其他同事做。气功，那是我做了，三个月吧，还是四个月以后，就是连，就是说我在办公室做了，然后再加上前面那几个月，然后有一天我做的时候就很奇怪，我把手放在他身上，通常都有一个距离嘛，我们是隔空，我是习惯用隔空。突然就感觉到那个人的身上什么地方对应我身体的部分有感应了。我做完了后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你这个地方有没有怎么样？”他说有，所以我突然感觉到，哎，我可以感应到他身上感应到的事情，这样。可是后来我换工作了，换工作很忙，就没有。那当然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嘛，对不对？那很多年以后，当然这种能力就消失了，我做就没有什么感觉。但是我最近帮我妈妈做的时候，我发现那种感觉又回来，但是不是所有的感觉都有，只是比如说我跟她做啊，那某些时候就是很短的时间我会有感觉。有可能是那个气相通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是谁。我想是跟他做的时候，就是全心全意哈，就是在做这个人，所以那个各方面可能频率调到一致的时候。他身体上的反应就会共振到，就会跟我身上的气脉共振。我心里想是不是这样？因为我去上这些自然医学的演讲啊，我听到他们说，我们人体其实就是一种能量，能量就是一些频率。朋友来了，小朋友来了，你好，你帮忙关门。有下雨吗？没有，外面风很大。啊，真的？有点。都有太阳，好的。进来。啊 ，Hello。Hello。Hello。好棒啊！越来越进步了。越来越进步了。那个小朋友越来越进步了。你看，我现在看他两只眼睛就差不多一样大。因为我帮他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
很多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做这个动作它会有反应会叫呢？就是我一开始就我发现呢，我帮助那个做这些按摩的动作的时候，那一开始你连帮他那个捏耳朵他都会叫，那很多地方跟他一开始弄他都会叫，弄久了以后他就不叫了，对吧？那有些地方看起来颜色不对或怎么样，你跟他弄都会叫，但弄久也不必弄久了，但两三次以后，他叫的声音就比较强度就弱了。老师，请问这边 ID 要完成吗？好，我来一下哦。我弄的时候，我都用那个棉棒在那里面洗一洗，这样。不过他今天还不错哎，他今天吞的次数也比较多。嗯。叔叔给你，在这里。可是你今天没有给他喝水啊。没有给。对，不过他就是有吞口水，吞口水。谢谢。然后我帮他做按摩推拿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会做吞咽的动作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，就是说他会把嘴巴里面产生的唾液，看到有做吞咽的。我也不懂这是什么意思，因为我在跟他做手啊脚啊，但是就发现他在吞咽，这样。真的还不错。为什么我在跟他做手脚或身体的按摩，他会做吞咽的动作？神经有被刺激到吧？我自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肌肉啊、神经，它最后都要经过脖子。因为所有你身上的这些都会坍塌到脖子嘛。不一定。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。我们身体是一体的，就好像一个大水塘，你丢了一颗石头，它涟漪会一直扩散，理论上它是会扩散到边的，对，整个都会扩散。那我们身体也是这样，我们身体的
这些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。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不管我跟他动什么地方，他都会，比如说我动手吧，手那他就会，他的这个就会，手指头他就会牵涉到这个小手臂、大手臂，到这个地方，就是他都会或多或少的会看他到。是相连的，不是说我们弄手，它就只有在手部，没有的，它一定是接上去的。而且你动到手，它的神经的刺激是会一直到脑部传导到脑部去的。所以不管我跟他做什么地方，他都会经过脖子这个地方，好，然后传到头部的神经元。所以当这些神经元被我刺激到，就是我有动到它或怎么样的时候，它的脑袋的某一个部位都会知道。对不对，妈妈？跟他说我在录，他的声音会进来，需要跟他。那把门关起来，把门关起来。这门关。不好意思，不过没有拍到人嘛？啊？没有拍到他的。没有拍到。没有吗？没有拍到人嘛？我先看他两只眼睛就是一样大，几乎一样大。我觉得这个影音是非常强大的这个记录工具。我们可以从这些来看到他的变化。所以今天没有喝水，没有，因为是一直做冰刺激，一直做冰刺激，冰刺激，请进，开始哦，方便讲话吗？没有，因为上次我们那边。